起床了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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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犹如童话般的世界，太美了。昨天晚上大雪纷飞，早上起来白茫茫一片，整个山谷里面全是白色的。哇塞，好漂亮啊！哇，又是一般景象。喂，今天可能走不了了，朋友们，下了雪，这个路上啊结冰了，我们只能在这里休整一天了。明天的话，看了天气预报是多云，等明天这个雪化了，咱们再继续走。还好我车上这个吃的啊、喝的都带了很多，哇。窗户都没关好，哎呀，冻住了。开始做饭了，朋友们。昨天买的20块钱的肉，今天做个洋葱炒肉。两顿的，这是两顿的分量，炒的比较多。晚上的话就不炒菜了，直接一热就可以吃了，简单。就是这个火候有点小啊，这个火，这个火啊太小了。慢慢炒吧。开饭。
还是自己做的饭好吃，自己做的好吃。快走。他们这个小镇上面饭店很少，昨天晚上我去看了一下，几乎炒菜的地方几乎没看到，只有那个吃面条的地方都有。